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评书，表演者高小贝、侯小楼，有请。谢谢啊，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哎，当然了，这个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大伙儿，多热情，感谢黄总长啊。刚才二位给您表演了一段，说了一段，说得多好。这个节目叫劝你省钱还是存钱？劝你存钱。劝你存钱。对，是一个新节目。是啊，表演的不错，郎浩辰、张九林，多好。让他们小哥俩下去休息休息，歇一会儿吧。这场把我们哥俩换上台来，接着给您说。都是年轻的小演员，好多朋友对我们哥俩不是特别的了解，不熟悉，不是特别的熟悉，对吧？你看我们一上台，有的朋友拿出了手机，是的，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说这是不明白，是的。好，没拿手机的感觉啊！该拍。哎，后头的朋友，哎，好，您看我像不像小龙虾？多拍一点，是吧？谢谢您啊！好嘞，拍完了吗？没有啊！啊，小朋友说没有啊，没有手机也不拿。啊、谢谢啊，100块钱一张，你还一说花钱，手机都掉了。不要钱，不要钱。来这儿就是图开心、图高兴来的。好多朋友啊，一提德云社，熟悉的都是很多出名的演员。确实是，我们哥俩还年轻，上舞台呢也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得聊一聊。老话说得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说的好与坏呢，您也多多担待。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的名字叫高小贝，一个小演员，故事一直。人早行不行？不用。还有这么要掌声的？没有想到啊，大伙不认识我还给我鼓掌，真是啊！一个小演员，一个1.91米的小演员。这介绍也是很不错。不值一提，没有什么名气。我的名字叫高小贝。是。介绍完我呢，介绍一下他。再聊聊我。我的好搭档，姓侯，叫侯小楼。上车。都是年轻的小演员，对，哥俩呢还在学习当中，是给我们一点时间。确实，好多朋友喜欢听德云社，哎，爱听。而且现在德云社火的演员太多了，有很多。哎，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发现什么？现在好多火的演员啊，他这个名字第三个字都是二声。哦，那您给举个例子，发现没有？您说一说。你好比说，栾云平。嗯啊，这是我们师傅。哎，栾云平是不是二声？这是二声吧？哎，岳云鹏。啊，这都往上讲。岳云鹏。哦，这样的火。哎，张云雷。啊，对啊，张云雷。对，往上。哎，孟鹤堂。哎，是。周九良。行。张鹤伦。对。郭德纲。这都是二声。哎，我这都是二声，郭德纲。于谦，孙宇，包鹏，您这前头这还都还行啊，就这个孙宇听着有点别扭，怎么了？怎么了？听着好像晚饭一会儿都出来了，这你别出来呀！好家伙，孙宇，最主要您这郭德纲听着还有点口音似的。不是，你得研究，你得研究。愣往上扬可不行啊！哎，你叫什么？我叫侯小楼。侯小楼，是是是，哎，侯小楼，这都不错。是我这不错吧？对。但是我搭档不行啊，高小贝。哎呦，你别老说我。是不是他跟这往上扬没有关系？哎，你得研究啊，研究这个。现在德云社优秀的演员太多，哎，确实很多，而且好多朋友喜欢听相声，爱听相声，爱听相声。嗯，一进德云社进去瞧瞧去吧，看看今天谁在呀、啊哦？听听相声，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听相声对您身体健康有好处，有帮助啊，清气上升，
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对，增进饮食延年益寿。我们谁跟谁都这么说，对，真是得多说啊，多说一点，多说，朋友们，哎，一听宝琦就让我们洗脑了啊，是吧？对吧？印象深刻，哎，印象深刻，您就常来。天天来，天天来，时间长您就明白了。明白了，德云社骗我钱了。冲我们呀，你也存不下钱来着。没有这个，希望您开心，嗯，希望您高兴。是，听相声就得笑口常开，哎，得笑。听相声就得笑，嗯，必须得笑，得笑。因为老话说得好，不笑有三，无后为大。是您这话全部挨着。对，这跟笑不笑没有关系，确实挺开心，得高兴，哎，这是主要。您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私底下也得研究，对，也得学习。你除了相声之外，别的形式也得学呀。哦，其他的艺术门类，快板应该怎么样？得学，得学呀。没事打打快板，嘚儿踏踏铃踏铃铃踏铃踏铃踏铃铃踏，抬抬抬踏踏踏，抬抬抬踏踏踏，抬铃踏铃铃踏铃踏铃铃踏。您打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您嘴挺厉害。拿嘴打啊！对，您这拿嘴也说的有什么用？快板，快板，嗯，哎，太平歌词，哎，这也得练。太平歌词，哎，打打嘚儿打。我们这练的是 B-box。听着没有岔的。哎，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啊，它有个鼻音。哎，没事，得学习。嗯，还有什么？还有京韵大鼓。哦，大鼓门类，是不是？对对对，哎，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是京东大鼓、对梅花大鼓都得学，都得聊聊。还有一种形式，什么形式？叫评书。哎，这也是好的艺术啊。现在好多朋友喜欢听评书，哎，不少人爱听。但是现在听的更多的是什么呀？嗯，有声小说。这倒是，是吧？哎，其实跟评书差不多，意思差不多，但是有点区别。嗯，评书啊，它吸引人哦，而且听书听的是什么呀？听书听的是扣，什么叫扣啊？怎么叫扣？说白了就是悬念，就是吸引观众的地方。对，说书的有一个小道具，什么呢？小木，就是这个。哦，这个，这叫什么？这叫醒木。还真懂。对，这叫醒木，固体的，嗯，是吧？依着你呢，液体的，那不饮料吗？这叫醒木。哎，惊醒木。惊醒木，一拍醒木开始流扣。啊，流扣子。哎，越是生死的时候越吸引。哎，那您给我们留个扣子听一听，您给我们留个扣子听一听。好，我们都聊到这儿了。话说这位英雄一拧大枪，杀回敌阵。欲知这位英雄生死如何，咱们明天再说。扣子。您不用学的那么全。觉得有点太全了，留扣子嘛，您就拍个醒目就行了。留扣子，嗯。话说此人手起刀落，欲知这位公子生死如何，咱们明天再说。啊，这都是生死的时候留扣子。哎，想知道生死吗？啊，明天买票接着来。说白就是骗钱的手法，就是挣钱嘛。得指着吃啊。哎，确实是。人设就有，嗯。现在郭老师每天说评书啊，有时候说有，他有那节目啊。对。取名字叫什么？坑王，经常挖坑的，经常挖坑。哎，老听的老朋友您都知道，留了很多的扣子。哎，留扣子必须得吸引人。是，你也可以留扣子。拿我留扣子？拿你留扣子呀？哟，那太好了，我试一试啊。您说一说，我听听。话说侯小楼翻身跳入粪坑，欲知是撑死还是淹死，咱们明天再说。这左右都是个死啊，而且最可气，明天再说，我得在坑里泡一宿。泡一宿？那可不嘛，明天再说嘛。对呀、啊，吸引人吗？就这还吸引人呢？吸引人，观众纳闷啊，还纳闷呢。侯小楼上粪坑里干嘛呀？就是说呢，在你待着，哎呀，多难受啊！我也难受啊。对呀、啊，他是。饿死的呢还是撑死的呢？我都进去那个地方了，饿死应该不至于吧。好奇啊。嗯，留扣子。过去有一位王先生。哦，王先生留扣子留得好。是啊，说评书说得好。哦，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口风慢。哦，
就是语速慢，语速稍微有点慢，不是很慢，这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是啊，说的最好的就是《聊斋》哦，《鬼狐传》闹神闹鬼，这个吸引人。我看现场好多小朋友，有小孩，我给您学说一下，那个家长你稍微看着孩子，对，跟着孩子吓啊，是是吧？我千万别吓哭了，哎，别冷静，容易吓着。对对对，那您学一学这王王先生。王先生说《聊斋》，别的不说，这代入感还是挺强的。那咱听听这个王先生说的《聊斋》，语速稍微慢点，瞧一瞧。这王先生像是碰了成脏东西了。韭菜成精，鞠躬都够慢。想了两个小时，这么半天，想出一个绝佳的办法。什么主意？取出点。这是公子，这是傻子。定睛一看，哈哈，正好。刚才咱也说了，说什么？这位公子要喝茶。对。他可不是吃茶，没水怎么喝？哎，没水喝茶。这位公子扭向回头，定睛一看，啊，有打窗上，伸出一只手来，别回头啊！还有回头的，黑灿灿的大手，黑灿灿，五个手指甲。全是黑的，什么妖魔鬼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做了美甲呀。这聊斋里还有美甲呀？仔细一看，手上拿了一个暖壶。哦，送水的。公子把暖壶接过来，打开瓶塞，把水倒入杯中。倒入杯中，定睛观看，啊，怎么了？凉水。说的多好，这还好呢。王先生说《聊斋》，嗯，只知道姓王，叫什么从来没人知道。是，要知道叫什么，早让人打死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吸引人的地方啊、哦，这还吸引人。说书分很多种，嗯，有袍带书、短打书、神怪书。对。刚才那《聊斋》就属于神怪书，闹神闹鬼的。还有一种，小时候我们背的，经常就叫什么呀？那叫字儿。怎么叫字儿？怎么叫字儿？写出来称赞的赞，赞美的赞。哦，就是人物开脸，这人长成模样什么长相？你像好比说秦琼字儿吧。哦，秦琼什么模样？我给您背两句，简单您听一听。那咱瞧瞧。跟说相声贯口差不多。听一听。
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虎传承盼甲超，护心镜放光豪，丝鸾带扎稳牢，鱼踏尾虎当口，战群又把科西照，红中英绣团豪，五彩靴足下套，胯下马明黄标，踏山梁无平道，日行五百任逍遥，雅赛云龙入九霄，向上瞧黄面帽，天庭观地阁宝通关，鼻子颧骨高见眉骨目，威严好威有，蓦然挂彩绡，金装锦挂鞍桥，上阵离敌剑法妙，晃三晃摇三摇，听见愁将将跑，误伤将命难逃，悲鸣带剑逞英豪，若为英雄名和姓，姓秦英雄字叔宝。好，人家这气力有点伤着了，小时候都得背，哎，确实是基本功都得练，当然现在不只是说书，哎，对，对吧？小时候都得学习，而且你像我们学的一种，还有一种啊，就是台上说书的演员怎么样？必须得说普通话，哦，要说普通话，为什么？各位都听得懂，听得明白，哎，这倒是，甭管您从哪儿来，都能听得懂，嗯，普通话传播推广啊，哎，这倒是，必须得说普通话，让人一听有一股精气神。哎，那比方说，你举个例子，说个什么书呢？我给您学说一段那个《三国》吧。哦，《三国演义》好吗？哪一段？长坂坡，子龙救主。哎，学一小段，哎，非常精彩。学一小段，那您学一学。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在两军阵前怀揣阿斗全凭胯下马是掌中亮银枪。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来至在党阳桥前，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不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抱拳拱手，三将军在上，诸末将怀揣要主，甲胄在身，不能施与权礼。张飞说：“哎，四弟免礼，胜败如何？”赵云说：“末将不才，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现在何处？主公现在松林中等候，你前去护驾。这里安老仗抵挡一阵。说罢，张飞一颤手中炸，八折苗，是八呀呀怪叫。嗯，好，您听，有一股上古的精神。哎，确实很精神。嘴里必须得说普通话。是啊，有方言说不了。哦，带口音就不行吗？啊，不行，听着不太正。我觉得吧，稍微带点口音，听着也很有意思呀。好听，没问题。有一回我上天津玩。天津怎么了？天津朋友们都知道吗？哦，不知道。啊，有一回上天津了，离北京挺近的啊。有一回上天津了，我有一哥哥，他就是天津人。哦，天津本地。他喜欢说书。哦，而且说书呢，就用天津话说书。天津味儿。本身我哥天津人呢，说这书里头天津味儿、天津字儿、天津口头语、俏皮话，这里头全有。是啊，我听太可乐了。哦，他说书跟我不一样。规规矩矩站着说，他不是，他呢撸胳膊挽袖子，还撸胳膊，让人一看不像说书的，那是像练摔跤的。哎，我给您学说一点。哎，那您学说一点，说什么书啊？说就是这段长坂坡，也是这段天津话的长坂坡。呵，那咱听一听这天津味儿的评书，来一来。别的不说，这位胳膊真细也是。你媳妇也这么说。就这行。咱听一听这个天津评书什么味儿？做操来了，鞠躬在这给师傅撅舌头。鬼七借财闯了空杯，嗯，来挡桥前见一黑的哥，您猜谁呀？谁呀？哎呀，太哏儿了，敢情张飞。就是哏儿。赵云抱拳拱手啊，说什么呀？慌，见不你妈张三爷吗？骂他了。张飞管理，管理什么？爷，破碎嘴了。张飞问赵云，问什么呢？没有老四，老四，老四有戏吗？有戏吗？有戏。我你妈崴了，崴了。好嘛，他们人辈多，咱们人辈少，人家一莽一猴，我打不过人家。是啊，我就是侥幸长痦子。怎么讲？我你妈点儿太低了。
老四没骂，没事，没骂。老四，走你，哎，走开，走你。这手势，大毛在林子里头了。大毛就刘备呀。你先给我看点。嗯。所以小曹没骂，没骂，没什么。别看跟你任务任六，哦，跟我他敢，哦，我拍死他。嗯。你打就打就我谁呀？谁呀？我你妈雷迪嘎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听着确实是怪闹的话，必须得说普通话，这您说的是很有必要，哎，这是一个条件。嗯，另外来说身体必须得健康。哦，身体还要好，有残疾说不了书。这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嘴上说配合动作看着好看听着好听，那这么着您受受累，再给我们学一段连说带比划的，学一小段啊，可以来一段，再来点身段。那您来一来，您欣赏欣赏。哎，我们瞧一瞧。哎，您欣赏欣赏，我爱看。这回叫好别叫早啊。唱戏劝人忘了，软绵绵的都好听。要打到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好，话说这个英雄正在屋中饮酒，猛抬头见院中闪出一道鹤影。这位大英雄撩袍纵身行，来到当院，这才探背把暗光狂，擦啦啦，宝刀出鞘来了，缠头拨脑也发慌。藏刀是。好架势，嘴上说配合动作看着好看，听着哎，确实好看。我残疾来不了，我就身上不能有毛病。当然，那比方说别来大毛病，有点小毛病说书应该也不影响。不可能，我觉得可以。不可能，举个例子说一说。说不了，能说。说不了，就是小毛病。枪火，不是枪火。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说。拽手，哦，就是拽的。北京话拽的就是手这样。就是这块伸不开，这还没说就乐了，这怎么说呀？这个怎么说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小毛病它不影响说书啊，肯定影响啊，不影响。首先这不是说朝鲜这方面啊，没这意思，因为这个他说不了。我觉得可以说，不行，您再学一回。讨厌，你看学的不好，那我负责吗？这是你说的，太对了，负责，我得负责。您这说不了吗？您来了吗？怕什么的？说就乐了。轴承都歪了。您这是说书啊？我这是自杀呀！别说了。